原标题盘点端午节各地习俗，看看你家乡都有哪些习俗。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是古代吴越地区长江中下游及以南一带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之说。战国时期的楚国今湖北诗人屈原在该日报时跳汨罗江自尽，统治者为树立忠君爱国标签，将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部分地区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说法。那么端午节各地习俗都有什么活动？广东人过端午节有很多独特的习俗，但不少习俗现在人们已经很少听说，比如挂香包、点艾条等。广东地区现今传承的习俗主要有八弄船、十粽、挂艾草条、放纸鸢、增长家庭午饭大餐、洗药水澡、包苦草、卖药水、给小孩冲凉，青年人即流行到海或江河冲凉等。地处亚热带的广东为适应这炎热的天气，很早就在五月端这一天采取各种措施防毒、消暑、避灾，逐渐形成各种各样的风俗。南方江河水网纵横，水上竞技活动也历史悠久。广东人在习俗传承文化的同时，也让端午更有节味。除了吃粽的习俗外，还具有全民防疫健身的丰富内涵。江苏嘉定县端午，不论贫富，必买十首鱼，俗称黄鱼主食。宜征县也有当裤子、买黄鱼的俗练。南京端午，各家皆以清水一盒，加入少许雄黄、鹅眼前两枚，合家大小均用此水洗脸，称为祸火眼，据说可保一年没有眼疾。五更摇曳龙舟之戏，晚上在龙舟四面悬上小灯竞渡，且有箫鼓歌声相和。浙江桐庐县相熟之学童，端午节据鲤鱼吃掌，称之一丝一甲，则于午时采药。相传此日天一星凌空，河北北平祭端午节打井水，往往于节前预集，据说是为了避井毒。市井小贩也于端午节兜售樱桃桑葚，据说端午节吃了樱桃桑葚，可全年不误食苍蝇。各炉石铺出售五毒饼，即以五种毒虫花纹为饰的饼。滦县已许聘的男女亲家前于端午节互相馈赠礼品。赵县端午，地方官府会至城南举行聚会，邀请城中士大夫宴饮赋诗，称为踏柳。山东曹平县端午，每人早起均需饮酒一杯，传说可以辟邪。日照端午给儿童缠五色线，一直要带到节后第一次下雨才解下来扔在雨水里。临清县端午，七岁以下的男孩戴福卖镯做的项链，女孩戴石榴花，还要穿上母亲亲手做的黄布鞋，鞋面上用毛笔画上五种毒虫，意思是借着屈原的墨迹来杀死五种毒虫。即墨在端午节早晨用露水洗脸。山西亥州端午，男女戴艾叶，称为曲吉，幼童则系白锁于脖子上，据说这是为屈原赴蛟龙。西周端午，各村祭龙王，并在田间挂纸。怀仁县端午又名朱门，定襄县端午，学生须制赠节礼给教师，若安抚以麦面蒸团，称为白团，与粽子一起拿来互相馈赠。陕西兴安州端午，地方官率领僚属观赏竞渡，称之踏石。兴平县端午以绫帛缝小脚鼠，下面再缝上一个小人偶，称为耍娃娃。潼关县端午以蒲艾、纸牛贴门，称为镇病甘肃石柱，有初端午老的习俗，由四人以两根竹竿抬起一张铺有红毯的大方桌，毯上用竹篾编一个骑虎的道士，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旧时川西还有端午打字子的习俗。光绪二一年（1895年），因致力与外国传教士发生横突，此俗因而停止。乐山、新津等地端午在龙舟时，
还举行盛大商品交易会。在绵阳市和遂宁市的部分地区，有端午吃包面和饺子类似用面皮包馅主食的传统，具体由来有待考证。江西建昌府武节用百草水洗浴，以防止疥疮。新昌县以雄黄、丹砂酒中饮之，称之开眼。湖北攸县端午，孕妇家妇者用花篦酒食，贫者备鸡酒，以如家储钱。公于龙舟之龙首前祈求安产，越州府竟不以为攘灾，去疾，又坐草船泛水，称为送瘟。福建福州端午就俗，媳妇于是日益寿衣、席袜、团粽、扇子祭献公婆。建阳县以五日为药王晒腰囊日，人家皆于此日作嫁。上杭县端午用小艇赴芦苇，坐龙行戏于水滨，称为竞渡。仙游县端午竞渡后，现止于虎啸潭，以吊念嘉靖癸年戚继光于此溺冰。少武府端午节前，妇女以绛纱为囊圣服，又以五色绒作方胜，连以彩线系于钗上，幼女则悬之于背，称为豆娘。海南每逢端午，海南各处都会如中原一般举办了龙舟竞渡等活动。海南除了与内地相同的赛龙舟、吃粽子、挂菖蒲和艾草，还有一个海岛百姓都熟知的内容，就是洗龙水和洗草药澡。台湾过端午节时，许多住家门口都挂菖蒲、艾草和贴钟馗画像，成人饮雄黄酒，小孩子配香包，这些据说都有辟邪保平安的作用。对商家来说，端午节是营销民俗文化的好商机，每年都在挖空心思为卖粽子吸引眼球。台湾什么稀奇古怪的粽子都有哦，很多民众也很乐意展示自己的创意。台南地区端午节不吃粽子，而是吃一种叫煎堆又叫煎锤的食物，此俗也与郑成功有关。台湾和大陆一样，端午节最有气氛、最为热闹的是划龙舟。台湾各地的主要河川在端午节这天都举行盛大的龙舟竞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